Hello，到了中立了，还是我以前看一下背后，以前最爱吃的那间，它现在涨价了，一样35吧，现在。Hello，快到了，85，现在这个变成50块了，一样味道没有变，前35。然后一直涨，一直涨，然后一段时间没有热，热菜好像25吧，总共75。哎，开吃啊！开吃啦！啊，今天很热，中立很热。先，把这个油葱，从35吃到50块，你看，哎呀，时间过得快啊，20几元了。看有没有变啊？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么久，味道都没变。汤头，然后现在吃遍了。以前好像没有这个辣椒，辣椒。应该是有辣椒，等一下试一下变。那还是一样好的，真的棒。蘸一下辣椒。哦，辣椒有点辣哦。这小菜，25块。20公斤。差不多这个价格。哦，这家是以前最爱的，不管夏天冬天，一定要来上一碗。真的，大家都不会。到了中立就心心念念的，北部都心心念念这些以前常吃的美食了。反正高雄我比较没有，因为高雄。我比较没有这么熟啦，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回忆。这边有的回忆都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当兵的时候，20出头，吸烟2000年的时候，很多。所以这趟应该说回忆之旅，来吃一下以前常吃的美食。不过以前像西门町美食，像阿中面线，以前面线就觉得蛮贵了，现在应该更贵吧？那我可能就不吃了。我这边吃的都是平价的美食啊。那以前当兵的时候，薪水蛮高的，那时候2000的时候，一个月中是48000，很高。我是那种天生节俭个性，就是喜欢吃平价美食。真的很棒，里面怎么变？很奇怪，头发乱掉。在金门吼，心心念念的永远是台湾的美食，尤其是中立台北。大家别害怕。那边火锅料真的很棒。不知道一下有没有那个哈，以前好像都一颗含啊，有了呀。它是属于这种味道是属于，属于昆布，然后茶鱼高汤的。你看，试一下这个。小颗的小确幸，这个以前回忆啊，好吃就好吃的，不管它涨到60、70、80，我还是喜欢吃。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像蛮丰富的，大颗的。这颗好像就没有，里面没有这一颗。我这个好吃，
在中立夜市，我就最喜欢吃的是简师傅的麻辣臭豆腐跟排骨丝。看看今天有晚上有没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去拍中立的夜市美食。我最喜欢吃的那几样，不知道那烤玉米还有没在、啊。那烤玉米太好吃了。台北虽然有在卖哈，可是没有像那个这个老埔区吧，一些老埔区在卖的这么好吃。我那夏天这样子刮刮刮，虽然蛮贵的，可是好吃。嗯，好棒！这种才叫做锅烧啦，这边吃的完全锅烧要怎么吃大碗的，我觉得还没有这么棒，这么好吃，真的是美食啊！好啦，我们要这么结束了，好，拜拜。